世界末日嘅一年，呢个世界充满咗战争同埋黑暗，呢个世界即将会步向灭亡啦！唔好熄灯住，仲有我哋。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。世界靠我哋，咁请教我哋 DSE 又靠边个呢？当然系靠我哋老师啦。经过你哋三年嚟嘅教导，我哋已经由一班无知嘅小学鸡，演变成为面对 DSE 都毫不畏惧嘅精英。三年嚟，老师春风化雨，我哋就梗系要用最诚挚嘅心向佢哋献上衷心。喂，巴打，知唔知啱我哋头先跳嗰只咩舞嚟噶？點會唔知道啊？咪就係馬Sir至愛嘅 AKB 嗰支 Healthy Taste 啊，唔係係 Healthy Rotation 咯。其實48個人咁多，佢點會記得曬㗎？佢年年都25歲，咁有精力實得嘅喎。我哋SIXY42隻化骨龍都俾你帶嚟嘅貼貼服服啦。最緊要佢俾咗好多第一次我哋喎，第一次我哋班主任，第一次寫聖誕卡俾我哋全班，仲有。你記得記唔記得 camp 入面個火辣辣嘅夜晚？哇！佢攬咗你實一實啊！哇！不得了啊！喂，冷靜。三年我哋真系喺你身上学到好多嘢噶，无论读书同做人都系。多谢你陪咗我哋燃烧咗三年嘅青春，但系你仲有大把脂肪未燃烧噶。你话我哋上 U 之后会肥咗十几磅，所以我哋点都系你最靓嘅猪腩肉嚟噶。D C 大佬打嚟啦，不过把常你放心啦，喺 D C 成绩未出之前，我哋都系忠心紧嘅利物浦 fans 嚟噶。You never alone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特别新闻报道，我是曾思琪，我是黄希敏。以下是一则特别新闻，隔
较早时间，补一通识科老师方建文老师、林海燕老师以及曾佩文老师被 6C 班选为年度最佳通识老师。无论是 CY 潜见定是 QE3 来势汹汹，他们都将这年的知识一一教给我们，将补一的通识升值至五星星，成为宇宙最强。根据可靠消息，14P 的 MBS 是他们成功的秘密。另外，无数的 Mass Lecture 和入晒心的 Example 亦都令到 6C 班佩服不已。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，将我们的镜头转播直播现场啦。讲你又唔听，唔听你就唔识，唔识你又唔做，做你又做错，错你又唔改，你两个总分加埋有冇廿分啊？吓，中三俾你好彩过，中四俾你掹边过，中五俾你扶碌过，中六你咪死得咯。呢啲说话我哋耳熟能详，早午晚各一次，唔听唔舒服。但姚 Sir， 你有冇发觉，虽然我哋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但我哋每次跌倒嘅时候，就好需要你嘅支持同鼓励噶。阿姚 Sir， 咁我秘密俾你知啊，我而家 cam 嘅总分已经过咗廿分啦。我哋 physics， 我哋真係嚇咗一驚噶，因為你係出名嘅嚴師。呢三年嚟，你教我哋，就令我哋由一隻隻小學雞變成精英。我哋真係好開心得到你嘅教導噶。你喺我哋心目中嘅形象就嚴師升華到慈母。同學由一開始俾你捉校裙太短，頭髮唔夠黑，髮夾古靈精怪，到而家我哋出場戰友，默默咁向我哋灌輸精忠報效嘅信息。初頭我哋會覺得 physics 功課同埋 worksheet 寫埋做考過本 physics 書啊。但我哋知道你是用心良苦的，昔日的埋怨就变成今日的感激，要的努力就变成今日的成绩，变成不升的 inevitable。 我们如若光心中照，加燕妈妈，加燕妈妈，加燕妈妈，迎执着美神如正先，美神董超先后退退。董超你这么急赶着去哪里？我真係做王者，但我今日先發覺，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。你做咗一個皇帝出嚟喎，竟然有人會勁過你？知唔係梁佩英老師咯？佢將四書五經記敘書情滔滔不絕咁教曬俾我哋。佢令到我知道，原來閱讀理解唔只係閱讀同理解，整合拓展唔只係整合同拓展，呢啲全部都係佢教噶。我就話做咗一個王者啫，佢一做就做咗42個王者啦！哇，真係天才啊！得，等我完成都快啲揾佢拜師學藝先。不会发火，反而最用温柔来回应我们的冷漠。渐渐我们这座顽固的冰山就被你劈开，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护、关怀和期望，我们不会令你失望的。由你 raise 我们，不要说 mountain 就算是 DSE 我们都可以轻易闯过的。水上水上的眼中我们看到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难免荆棘满路，一次又一次的磨练，在我们身心留下一条又一条的疤痕。但是正因为青春印记，才令我们茁壮成长，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惊涛骇浪。就是因为我们跌倒过、伤心过，才令我们更加回味珍惜在少年时候的一段经历。短暂的分开是为了未来的重聚，就等我们在未来的日子 Dream High、 M High、 Fly High。 多谢各位。一 Merry Christmas。